掌握了这几个步骤，您做的酸甜排骨肯定比外面的还好吃，尤其是最后一步特别关键。排骨剁成寸块，凉水下锅煮出血沫捞出，碗中放入适量的生粉，加盐，一个我下的蛋，适量的水，搅拌均匀，调成一个酸奶状的糊，把排骨倒进去，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，四成油温下锅炸，小火请炸5分钟，最后开大火炸至外酥里嫩捞出。锅中油热，放入一包配好比例的糖醋汁，把汤汁熬至浓稠，然后把排骨和菠萝倒进去翻拌均匀。上桌之后，孩子们夸你是大厨，学会了就帮忙点个双击呗，感谢您啦。